布莱恩。资料照美联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湖人传奇退役球星黑曼巴布莱恩 Kobe Bryant 在 NBA 生涯留下许多丰功伟业，而他也有望在电影界闯出名堂。他与前迪士尼动画大师基恩 Glenn King 共同制作的动画《亲爱的篮球》 The Basketball 获得了奥斯卡提名，将角逐最佳动画短片。美国影艺学院经公布奥斯卡完整入围名单，《亲爱的篮球》The Basketball 入围最佳动画短片。这部动画是由布莱恩退休后自行创作的诗篇拍摄而成，他同时也担任该片监制与配音，并请来知名作曲家威廉斯和动画师基恩来共同制作。布莱恩得知入围后非常开心，这简直是超乎想象，感谢制作团队让他的诗篇提升到另一个境界，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，我感到相当荣幸。